下一题了。接下来这一题呢，对我来讲是魔王题，非常的难。好，请问下列何者是中华民国国定假日？哦，平常什么时候建宏就放假了，这个应该都很了解吧？何者是国定假日？好，来，准备好了，教师节开庭，已经有不一样了。教师节，到底教师节有没有放假呢？是不是国定假日呢？没错，教师节并非国定假日。我知道大家都很尊师重道，教师节都很想放假。来，剩下一二三四五五位了。好，这几位非常的厉害，我们国定假日题继续，好不好？让大家长长知识。好，接下来一样，何者是中华民国国定假日？植树节、元旦、父亲节。好，剩下三位，先给他们掌声鼓励一下。脑袋很清楚，动作也很利落。继续喽 ，Eddie、Johnson， 哎，有不一样了，所以冠军就是我们这位掌声恭喜！来来来，上来上来上来，直接来到台上，我们有这个准备了优胜者的红包，恭喜恭喜！哎，很厉害哦，这个小鲜肉非常的聪明。来，我们等一下邀请我们 Edward 来颁。